请问小姐怎么称呼吗？嗯，我叫婷婷。男朋友。嗯，好好听的名字。谢谢。哦，那你是来这边度假的，还是在这边买了房子呢？嗯，我在这里有一套房子，但这一次是过来度假的。哦，那是你一个人过来度假，还是跟家人一起来呢？嗯，一个人。这个纹身好漂亮哦，是吧？对，但是这个很特别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嗯，它是不是像一个海螺？哦，对呀，它是一个海螺。然后呢，对我来说它是很神秘的。嗯，可以带我去探索未知的世界。嗯。